另外，乱停广告车的人要注意了。为了维护市容景观跟停车的秩序，县府特别拟定了广告车遗置以及保管的自治条例，针对停在路上的广告车实施遗置、拖掉以及保管，并依照宜兰县妨害交通车辆自治条例来收取相关的费用。不过，这项自治条例还要经过县议会审议通过后，才可以正式实施。县内常常有广告车辆占用停车格，或者是停放在道路范围内，但是因为车辆并没有行驶，而且没有违规，所以没有相关法令可以管理。为此，县政府特别订定广告车辆拖掉以及保管自治条例，来管理这些车辆，以维护市容景观以及停车秩序。目前宜兰县在执行违规广告车的部分，那宜兰县政府现在已经订定了宜兰县广告车辆遗置及保管自治条例。那这个部分以后未来在，以后未来在那个广告车在停放在路边公共通行的车辆，我们都会遗置或保管。县政府指出，目前国内已经有台北、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屏东等县市完成这项自治条例。至于广告车的范围，则是包括车体广告以及车商所贩售的车辆，并且可以依照宜兰县妨碍交通车辆自治条例收取相关费用。目前的那个广告车辆的范围是包含了一些房屋销售的广告车辆，或者是一些有广告行为的车辆放在路边，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依法来执行。这项自治条例将在送县议会审议后就可以正式实施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